快放暑假了，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？快放暑假了，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？快放暑假了，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？我要去澳大利亚拿到跳水资格证。我要去澳大利亚拿到跳水资格证。 我要去澳大利亚拿到跳水资格证，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！我支持你。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！我支持你。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！我支持你。谢谢，我现在很激动。谢谢，我现在很激动。 谢谢，我现在很激动。